抽的，所以我们不一定是同一对。那就一次玩一堆没关系，这样我等一下到时候也比较好。等一下弃牌就扔进去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一人四张，这叫隔壁什么力？也太多了吧！他喜欢那个角色，那蛮可爱的。好，抽牌自己抽，都一样，全部都一样。好，地之封印，将地之封印放置于目标者，直到他从。你只要从我假设我，你给我地，我打地，我就扣三点。对，你只要出那个属性就可以。我完全懂。这个是我只要我用法术，我用法术之后可以追加一个攻击。下面中场上用出一分基础效果收入，自己手中基础效果有些牌，我们现在场上例如说场上不是只会有圣光或圣盾，没有，例如说我的封印。可能会放在那个，我可以回收，或者有些人会把牌放在别人面前，那个我也可以把它回收。Oh. 只是基本上我现在应该是不会去用的， yeah. 因为你们都不会有那么多， oh. 我也不可能会去回收自己的东西。好，我们打那个四系只打十点，然后圣杯打五个，圣杯打啊，筹牌你们先前面抽，抽不够我们再抽，不然也是很麻烦。所以在这样子的算是乱斗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 Elko 我打你，基本上你只能选择先打表弟。对。那表弟呢？所以基本上表弟出牌顺序是照那历史的，我记得好像是历史的，我觉得是出牌顺序是历史的，但是你攻击的对象可以任意选择，就是主动攻击那一下，例如说现在是轮 到你，你可以打，我来打他也可以，我要打你也可以，可是你硬战就是你不能打你那个，就是假设我现在打你了，就是不能选择硬战，就只能我这个硬战选择打下家，那 Eric。他在应战就只能再继续打你了，一直到这个攻击结束，然后下一个就是主动点，又可以随便选一个。你有抽到 first 吗？没关系。哦，有一张卡比较特别，要标记谁是骑士是吗？对啊，不过没关系，就这样子。好，就那个鱼丸你先好了。鱼丸你先。表弟的牌很乱。我的牌很乱。什么意思？他技能很多。那我顺便确定一下。我只有补血而已。我的第一个被动技能是我打水性的时候会发动。你手牌上限是7哦。没有，那要处理过。我的那个被动技能冰霜导炎，我打水系可以加一张治疗。然后让你多摸点皮肉。人真好。好。好，游戏你也这样。还没有把虚的，可恶！我知道你很缺牌，先跟一个地之封印。第六，不是地之封印，封印他封印你地啦，你不能打地的啦。地之封印，我打地就扣了三点，对，扣三点，扣三点。哎，好狠哦！哎，你要扣三点，扣两滴。啊，扣三滴，我拿你先扣，先扣，收三张，抽三张。所以会变成你打出来就是一颗抽，对，那这个人就消。对，就男生这个人剩下继续解释。对啊，然后我打你，因为我不能打他，我应对，你多两秒中。好，然后我嘛，我不要拿宝石。对哦，我拿的是蓝宝，对，我拿的是蓝宝，我看一下放哪里，我放这边。然后我虚弱抽三张，1、2、3，虚弱抽三张。这个时候呢，先打圣盾，换你鱼丸，你刚打的，你刚不是打他？对对对。对，哎呦，没有。封印火用雷打，硬战，我中，中要那个气圣盾，对，要没有中，换我，我看一下哦，你有几张牌？一张，你有一张哦，你有一张不打不行哦，火焰的，然后中了我就拿一个蓝水红水晶，换你。先用风，抽水晶，
换你。神盾哦。哎，法术兽可以接这攻击。哦，对，他的是法术可以接攻击。是他的那个，你刚刚放了哪个名称？神盾。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法术接是这接。啊，对对对对对。不知道圣光枪防掉换我，我想哎、欸，这很尴尬哎、欸，我提炼能量，提炼是提炼就是把两几颗就是变几个，最多上限两颗，最多上限三颗，可以提炼可以拿两颗，提炼最多只能提两颗，提炼最多两颗，储存最多三颗，有没有主动抽牌？可以主动抽牌叫购买，你可以买两颗宝石，一红一蓝。然后抽三张牌，好，不买。对，我都忘了，没有都一样。想分开抽，我够买。你也够买，那你一红一蓝。好，我先那个发动法术圣疗，一颗蓝水晶，然后任意分配三个给一到三名角色治疗，那我分配两个给我自己。你说的给我吗？我考虑一下，然后我发动圣疗的时候啊，还可以额外增加一个攻击或一个法术。对，啊不对，我要先发动启动，因为启动在那个行动之前，先放启动，启动弃掉一颗红宝石，可以发动怜悯，怜悯的话手牌上限变七张，所以我现在手牌上限恒定七张哦。然后这个时候呢，发动圣疗，七张蓝宝石补两个治疗。对，然后你手牌几张？你刚共补六。然后你有圣盾，打你好。什么？封神斩。封神斩。是要让你拿吗？不是，我特他。圣盾没有办法。我会在额外吗？我不行，我在被动。这样，这是我的。对。所以换那个额外。两张手牌。欸，都忘记看那个独有记耶，我的妈呀，旁边打了一堆，欸，都没有在看独有记，熊熊忘记卡牌上，跟你讲简单，就是卡牌上手的时候你可以先分有独有记跟没有独有记的才不会忘记。对啊，我都跟我这样说，不然做圣杯在这情况下也是五颗银。对对，你这水晶不能先放下面啊，你水晶要先放上面，因为那你还没提炼吧。对啊，好，现在 就是其实我们一开始打到会放在自己队伍那一区，那是你队伍一起共有的。对，可是你要使用它的话，你要先把它提到你自己那边，就不太一样。对，对，放这里，放这里才可以做圣杯，不是你的，是的。对，你已经有战绩了，对，队伍有三个，你有战绩了，你集动了三次嘛，这是你的战绩，这可以拿来做圣杯。对，圣杯好玩，圣杯就是分数。但是你做圣杯，我们会扣十钱，九十扣一。那五个身杯就赢了，所以看你了。可是做身杯手牌可能抓哇，做，你敢做？我就，他等下就揍你了。我就先抽个三嘛，他就揍你啊！我就抽个三嘛。我的治疗不想放你那啊。我不放我就会不能就真的。哇，讲的好像很阿萨利嘞，那个表弟。谁啊？雷光没有成功。放我，死掉来，中毒。你应该是要先同一滴，同一滴七张牌。有自己。水系法术。要你自己了。七张牌，运气牌。来，放我们。对。第一个，第一点没有命中成功，成功我看一下。所以基本上这游戏的上面的被动，我稍稍比较不懂。我的响应风怒追击，那是你主动发动的。他你现在可以先打完之后，你可以选择要不要再加一个风系，再一次对，只能加风系。他的如果你要用这张，就是加一个东西。他的额外加一封信。对。不能打，大明，不能打，他打。好。好，都打掉，开始。
换你。你要在哪？没有，我不是。还可以吗？如果我有，你有疾风不行，好像不行。你有你其实，如果你这个打完，你可以先看有没有疾风机可以打，有的话再打。合成，合成，这样就合成了。哎呀，这样就合成了，来购买。七打一，抽三张，一二三。我上线是七张，是，换一万。直接给外面，好受伤，自己两张地啊。几张都有。我满手牌，反正七张手牌。这样好危险。好，满七张。我三张。我帮你地打。用地打我，用地打下家。OK， 来地裂。好，我中。放我、哦。你几张？目前四张。四张哦。好，我们来玩狠一点，来魔弹打你。四张。好酷。买宝石。抽三张，哎呦，还不赖嘛。抽牌。六万。还打两张，水打下，水打，我可以拿你治疗，嗯，水再打下，没有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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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应战得分，对，你应战得分，这样有点厉害呢。那有点厉害，你几张？四张，四张，四张不行啊，四张打谁都不对啊，不行，让你喝。那个圣女治疗术打雷光，治疗术可以补两滴，所以打伤害也这样，这样是雷光了，对不对？我打治疗术，那就是治疗术，就没有雷光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直接自己打自己双，其实就是补血是吗？就是你打出来，就是它就不是雷光，它就是一个圣女，它就是个法术而已，雷光那就打法术没有了。最后，因为他是胜利啊，治疗目标加二，做个两颗，购买，我这样我很亏耶，我补血都没有办法冲那个水晶，雷公仔，这个，好，是虎哥哥。哇，亏了！扣扣扣扣扣 ，GG。抽三张 ，GG。预设规则是打十点哦，十点还蛮十五点。可是因为他是团队，主要我们两个人打十五点，比如是二打二，所以二打二，但我们共享这十五。对，他水打你，用水打我，我就中，中，我中。好，我用水打你。没有，再抽两张。哦，我送你，看你。送个正的。好，合成。合成哭了，哭了。我怎么都一直打不到？哪那么多可以打？用雷打你，雷光斩。可以的，对。雷光斩。暗面抽两张，不行，他有盾。哦，你有盾对了。好，我的攻击又失效了，换。不买。哇，这么冲？中毒。中毒。火焰斩。火焰斩。我分了。你打火焰斩过三滴哦。为什么？因为我要七三张。不是，因为他帮你上，我知道我上这個。对，他帮你上那个。那我就抽三张。诅咒。我一次弃大量牌也只是扣，就是扣几张牌，丢几张牌就丢几掉几点事情。哦。所以他现在用火打你，对不对？你现在扣二，啊，如果你用火打我，你就要扣三。一样，扣一样多。先扣一样多哎。
我也要喝啊，我够样都赶快把它弄掉啊。好，喝喝。先扣，先冲。先抽个三。好。嗯，怎么去？等你弃牌。六二三四六七八五十六八。现在是我的回合吗？对，这是你回合。你刚刚发动回合。又两张。直接喷两滴，喷两滴，是喷十七。对，喷十七，两滴。这个嘞，那个还在啊，没有还没有，现在我他等会帮你扫一栋，扫一张牌，他可能去帮你扫一张牌。真的吗？我不知道他要干嘛。啊，这好硬哦！我购买。一蓝一红，中抽三张，一二三。中毒要靠天气牌对。有这个吗？你要这么快？我新杯一个都还没有喝哎、欸。没关系，我们帮你喝。这是什么来着？我还不大会打。魔弹成功，扣两滴血，你可以拿宝石、啊。不行，魔弹不是宝石。哦，魔弹不是宝石。我要发动能力。你的所有能力都是攻击之后，魔弹不是攻击。哦，魔弹不叫攻击，它是法术。对。哦，因为它是法术。好吧，你看到的符号，这个是攻击。你所有攻，几乎你所有技能能力应该都。就没有法术不这种不会、哦，法术都不给，法术都不会，就是只有主攻击会。哦，我现在才知道，没有，他之前有讲过，我想起来了。那我就，那我的绝招可以吧？可以，绝招不行，他就是攻击之后送一个攻击。哦，这张牌叫做攻击法术类型，攻击类型，这个键就是攻击。哦，攻击之后送一个攻击。眼睛叫你看法术，眼睛叫法术。哎、欸，这，哎、欸，对，我的这张牌。我的是法术之后送一个攻击。我不是通常你的是攻击，你的是送攻击。啊，对啊，我懂了，现在才懂。我上一个法术，然后水狼。中。还好你没有打我，我就狙了。六张吗？一张。六张吗？嗯。好，来。魔弹。又没中，啊，没关系，反正这本来不会中，换你。没中。哦，这样就可以拿红宝石了。那我要发动。可以。可以接打，接连打。可以。对，在这种情况下，反正是可以。中间。我是第三次，所以是第二战，这是第二战，这是第二次，还是这第二次，是成功打掉。好，这个时候你可以丢石头打第三次，丢石头打第三次，但是也只能打攻击的卡片。这个时候你可以发动最后一个了，对，但是你要丢石头，这个你要到后面，两个没有，你可以丢石头，你这时候法术吗？我就我懂，因为这是法术，就这个是法术。哦，懂你的意思，对不起，那不就问出我的牌吗？我不要。做法术是趁机打你，攻击随便丢都中，地裂中，赚宝石抽了吗？嗯，赚宝石。现在不要问我这种蠢问题，真是。你不要跟我讲，你就说我不想打，就这样，我不想打。好，你就说你们手牌这么少，不想打。好，看看地裂，随便打。中了，好，所以是你一个蓝水晶，我又没有。怎么会这么糟糕？做宝石，妈讲错了，做新杯了。啊，真是让你做、啊。我抽三，要扣一滴啊！好快啊！为什么？哦，这快死掉哦！不行不行，人不行不行，要先把你弄死，不然我就输了。为什么？啊？弄死你打得赢他？不会啊，我不要对二加分。不然好，打他。至少不太差太多了，啊、你这能力差太多了吧？然后先中毒，你敢喝我就给你中。啊，你咒他！
放进去吃饱。啊，像这种基础能力条，我可以把它收回来。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啊，因为它是持续在场上的。对的。哦。收起来要气牌还是气链啊？没有破地球。哦，气牌。还没打。对，还没打。他刚刚是气牌。真的吗？担当。成功。两张。合成，我要很。破地球上。那个扣一扣一，四七扣一，扣一扣一扣一，这扣一不能打，我要抽三张，这个花不能。他是扣四七啊，不是扣几？了解。换鱼丸。啊，这不是治疗阻止。吴院长。吴院长。暗灭。暗灭，圣光。吓谁啊？你再加一个工程。你发动那个公路追击嘛，对不对？我先追击，顺风。哇、哦，你好狠哦！这样都不让我弃牌的。放不上你，来换你，你可以丢水晶啊。又是吧？我就不想丢，不想丢，不想丢。哦，我找，不想丢是吧？先把你盾拿过，水晶的。水晶的。盾过，就这样的吗？哦，我也要上盾，真的。哼，好看。买牌啊，买牌就打死你！买牌我就死了啦！你这一定，你敢买我就敢打你！把那些用不掉的法术清一清啊！不要往身上丢啊！往身上丢啊！魔弹有没有？这给他，他又被拿走。不是啊，我没有宝石、啊，他没有宝石可以发动啊！哦，他没有宝石可以发动。你以为宝石那么好拿啊、哦？你又拿了宝石也不用。徐若送他三张，你送我嘛？不用，没送。哦，好了，他又不会合，现在送他三张。好了，OK，换单。